好，我们来开小声一点。好，我们来前情提要一下，就是 EP11 白憨憨，他们就带着两片树皮哦，应该要再讲上一个，因为是上一次也是憨憨 ，EP10 也是憨憨，然后上一次的故事进度就到，就是憨憨跟骷髅髅，就是因为跌倒受伤了，所以他们都不动，然后就吃胖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是韩寒接下去的故事。他说，但大家其实都不知道，酷乐乐其实有一个能力，就是他可以转移东西。所以酷乐乐就把韩寒身上的肥肉全部转移到了姐姐身上。你好意思啊？酷乐乐这个功能只能使用一次。泪小绿看到他用这个能力，觉得很惊讶。他也想要用他的奶瓶雷射枪模仿看看，但发现模仿不来。这个能力全世界全宇宙只有酷乐乐会，而且只能使用一次而已，谢咯。所以酷乐乐可以用这个能力让韩寒身材一直保持完美的身材状态，不会有人可以让韩寒的身材走样，但没有说不能让韩寒变黑耶、这样子又漂亮又瘦又精致又可爱的韩寒和丑丑胖胖的栗子，你才丑丑胖胖，又要重新启程了。他们走一走，打开一扇门，发现就这样走出了豪宅。原本他们想要问智龙牛奶糖在哪里，但因为智龙没有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还是决定要自己去寻找牛奶糖。走出豪宅后，走着走着，他们看到树木上有一个标记，是蝴蝶结的标记。酷乐乐看着标记，很好奇的说：“哎，这里怎么会有一个蝴蝶结？”泪小绿就说：“会不会是牛奶糖留下来的啊？”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之后，发现有一棵树刻着栗子的标记。这时候，李家姐妹突然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怎么会有人知道我们要来这里？栗小绿就用奶瓶镭射枪把标记刮了下来，于是李家姐妹手里就有两块的树皮战利品。然后 EP11 还是憨憨。他们就带着两片树皮往森林的深处走去，走着走着，他们就发现地上有很像猫的脚印，他们就猜会不会地上的脚印是牛奶糖的，所以他们就跟着脚印一路向前走了一段路，发现脚印突然不见了，他们只好在脚印不见的区域附近寻找。就在那个旁边有一棵很大的树上，发现两个细长的洞，在那棵树下有一栋房子，这那么大，在洞的下面有一个很小的字，刻着一个栗子跟蝴蝶结，然后他们就把手上的树瓶插进那个洞里面，就形成了一个阶梯。你柯南看太多吗？李憨憨，小鹿，别吓我，小鹿，然后。他们就是沿着那个阶梯，踩着那个树皮做成的阶梯爬上了树。他们在爬到树顶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一个树洞，他们觉得有点害怕，但想说应该是牛奶糖住的地方，他们就探头进去看一下，果然看到一条尾巴，还有白色柔软的皮毛，上面还有不小心到了焦糖微焦的花纹。他们终于找到牛奶糖了。他们探头看了看之后，戳了牛奶糖一下，牛奶糖被打扰，转身看到他们吓了一跳。然后，这时候泪小绿就突然跳出来，然后用他的奶瓶光波 biu 一下，然后牛奶糖就不见了，我们的公主居然不见了。然后酷乐乐就，哼哼。酷乐乐就这样，然后泪小绿就这样，他就酷乐乐这样子看着旁边的泪小绿，然后泪小绿就唰，他就掀开他披着小绿的皮，唰，其实我根本不是泪小绿，
在你们在森林里面走失之后，他就跟你们相遇的根本不是小绿，我是外星派来的外星人间谍。泪小绿，对，然后泪小绿就说，他不是把牛奶糖变不见，然后他就说，对，我就是派来，我就是隔壁星球派来要把牛奶糖抓走的外星人。小绿还没回来啊，泪小绿是反派，然后小绿是那个酷乐乐的朋友，但泪小绿不是，因为泪小绿是反派，他只是披了一个小绿的皮这样子。没有，牛奶糖只有变不见而已，他还没领便当，他没有领便当，他只是被变不见而已。反派小绿，哦，然后就是为什么会把牛奶糖抓走呢？因为隔壁星球的猫咪王子想要娶牛奶糖为妻，对，所以他就派了泪小绿这个外星生物过来抢走牛奶糖。反派应该多说点话，没有，你没有听过反派死于话多吗？奖金，然后想看，我掰到哪里？我想看我的故事想到哪里？那现在就是。哦，他不是用奶瓶光波把那个牛奶糖变不见嘛？然后泪小绿就留下了一句话，说：“去寻找吧，小绿，不是小绿，牛奶糖就在那边。”等一下，那个《航海王》那句什么？我没有看，去寻找吧。我把牛奶糖藏在了那边，我把牛奶糖变到那边去了，去找吧。我把牛奶糖变到那边了，去找吧。他外星人，版权的没有，我们整句话没有，我们只有去找吧一样啊。可是不是要把牛奶糖抓走？对啊，他要把他抓走，然后去就是牛奶糖就是被抓去那个要去跟他的那个星球的猫咪王子结婚，可惜泪滴小绿，你要泪滴小绿啊，因为小绿是 green 啊。好了，我还没讲完，然后。泪小绿就留下了一句说：“去找吧，我把牛奶糖变到那边去了，快去寻找吧。”对，泪滴小绿没有啦，没有这一句。
没有泪狙小绿这个人。然后那个小绿就一个转身，然后就消失了，留下原地难过的酷乐乐还有李家姐妹。然后酷乐乐就很难过的一直哭，他说我的小绿还有牛奶糖公主都被变不见了。然后李家姐妹就人很好的，就是一边安慰酷乐乐说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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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哈哈哈哈哈哈！他因为好像被迫跟香港人提早登场，傻眼，所以人家自己 OP 主题曲无根无据芦苇 OP 主题曲无根无据芦苇，腾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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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OP 都想好了是怎样？好，然后反正就是好，然后此时，好，我们换个场景。森林的另外一端，走失的小绿，他一边难过的说，一边难过的说：“好哟，骷髅佬哦，你看你又乱跑了啦，怎么长这么大还在走丢呢？”其实走丢是小绿，但他就说：“好哟，都长那么大了，整天还要我操心，你看又走丢了吧。”真是的，害我还要这样费尽苦心的找你。对，然后他就这样在森林里面一边这样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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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下集再续。对，现在时间点是刚走丢的时候，哈哈，有点模糊，所以你可以在平常对话对。小绿走的时候经过了唐坤家海面房三天走是快走，对，我们一定要掰小绿的故事的。谢谢阿克拉的紫普的守护灵，谢谢阿克拉。那我搬过来，搬过来，行不行的？远距离大爆发，哎，小绿，小绿是警察，时间后才出现。小绿要学会绝世武功，绝世武功。不久还蛮厉害的吗？我编的还蛮厉害的、啊。我今天进度蛮多的耶，七天流程，我平常都没有到水准吗？今天会不会版权包？不要把我说的版权那些全部都打进去。你要换一种方式说，我们不能被 ban 啊。至今都是至今，没有，我刚刚说的那些话都是，对，
就是刚刚好，有点类似这样子，可以说是吃鸡。